13号。我想说，弟弟啊，有时候说话还是委婉一些比较好。我为什么进观察圈，我自己心知肚明的，但是你吧就没有必要说那么明白，是吧？你说一说你为什么进观察圈。还不是因为我比较肥美嘛。我觉得吧，肥和美两个字结合在一起，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螃蟹。首先我觉得不一定胖就不美，个人的喜好来说，我会比较喜欢稍微苗条。4号。就刚刚有点没有太听清楚，就请问一下你是杭州的吗？对对对，浙江杭州。好巧，我也在杭州。刚刚看短片，看你是那种单眼皮的那种男生，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单眼皮的那种男生。谢谢你，但是我看起来是单眼皮，其实我是内双。会不会聊天？人家说我喜欢单眼皮，你说我不是，我是内双。打扰了。那个话再往下说一句，你不用喜欢我。9号。你刚刚说到你喜欢苗条的女孩子，对吧？我不敢说我身材有多好，但我觉得我还蛮苗条的。我想了解的更清楚一点，除了外在的苗条啊，有没有说穿着啊或者性格啊，还有什么其他方面比较更吸引你，更有好感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会比较喜欢风格多变一点，比如说两个人在外面逛街啊啥的，可以搭很多种风格啊，这样我觉得就很不错。除去这些外在的，那有没有其他的，就比如说生活呀或者说性格啊这方面的？我个人不太喜欢就是太大大咧咧的那种。我怎么感觉我挖了个坑自己跳进去了呢？你不喜欢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吗？但大大咧咧的女孩子性格很好啊。我不是说那个大大咧咧性格就不好，我不太喜欢就是太闹的。太闹腾了。你几岁啊？我今年24。那应该是闹腾的年龄啊，怎么能不闹腾呢？可能性格原因吧。对，好，谢谢。我要纠正一下刚才我说过的话，他确实是内双。刚才从侧面眨了一下眼睛。那4号内双可以吗？因为你喜欢单眼皮的。就差不多，就是喜欢那种看起来是这样的就行，对不对？就觉得因为最近几年也会比较流行这种小眼睛单眼皮的男生。你说流行单眼皮的时候，你不要把所有双眼皮的都得罪了。对不起。